几时能出货呢？为什么我的包裹还没有到？请问包裹已经寄了吗 ？Q 七，你为什么还没有回复我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Q 七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拍的是当时 M 卖家的一天 Vlog。哦，这几个月真的很忙。然后你们知道我有去台湾的史莱姆市集吗？除了赶完这一批的订单以外，还要筹备我台湾史莱姆摊位的设计，真的很兴奋很紧张，因为这一次终于可以在线下见到你们啦，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海外的市集。我们先去工作室，稍等再一起聊。现在就提着我们的小篮子准备去工作室咯。这款是短短水豆腐，它的罐子就是很有质感，它是磨砂的。然后再来是新鲜牛乳、新鲜三文鱼，我超级无敌喜欢这款的质地，它就是很厚实，然后又不粘手。它旁边这个酱油是硼砂水，如果说三文鱼融化了，你们可以加这个酱油的硼砂水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是一个小玩盒，是双拼的设计。这个也是好多人喜欢的波子汽水，它上面是 Q 起的雷射 logo， 里面就是 bling bling 的，好漂亮。这个是小煤炭，它里面也是 bling bling 的。草莓波波奶的罐子很可爱，就肥嘟嘟的，而且就是有两个贴纸，它上面还有这个下面。再来是小新的洗衣液，有送一个钥匙扣，然后它也是 3.0 版本的，加水也是很厚实。是草莓棒棒糖，我很喜欢这一次的设计耶，这个是 1.0 版本的，这个是 2.0 版本的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小个的棒棒糖。哦，富士山雪糕，这是一款刮了胶的加水，然后我很喜欢这贴纸的设计，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挖冰淇淋的小汤匙。这个超级划算，这超大的，有600毫升那么大。Q 七要来台湾啦，史莱姆市集的时间会在7月23号星期日早上的10:30到傍晚的6:30，到时候会带750盒的史莱姆去市集贩售，大家能够在线下挑选自己想要的款式，这也太爽了吧。除了可以在线下购买史莱姆以外，还可以到现场体验制作史莱姆。购买入场票还会送你本次主题的护照和门票。购票的入场网址我会放在留言区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现在呢就是疯狂包货去，真的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于包泡泡纸还有装箱打包。幸好有两位小助理帮忙我打包这些物品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包货的话，真的忙不过来。这个呢就是打包它里面泡泡纸的过程，这一次呢我使用的是这种袋装的，所以会比较快，下一次我也会使用这个泡泡纸，会比之前的效率还要高。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咯，非常谢谢你们的购买和支持。
然后7月23号期待在市集见到你们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